乐团演奏之下开始了。大家已经预备好了吗？大家预备好了吗？你期待吗？重点是你不期待今天晚上就不精彩，如果你期待的话今天晚上就很精彩，期不期待？跟你旁边的说，你今天晚上要好好享受，好吧？跟你旁边的说，你今天晚上要好好享受啊！今天是一个充满祝福的夜晚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呢，是彼此分享喜悦，所以呢，这样的祝福我们要一起来享受，好吗？好，所以今天晚上呢，为我们带来第一个演出的节目呢，就是我们中间非常著名的乐团，特别在我们 Victorville 一带，那简直是忙翻天了、啊。特别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呢，常常都有人邀请他们去演出。那感谢神的是呢，他是属于前进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啊，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特权，在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时刻邀请到，我们现在就有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The Band of Grimada， 是不是、啊、好，我们欢迎他们，掌声不够热烈，再掌声热烈一点。